们同唱一首歌，这首歌呢 是由这个台海之声和看台海制作推出的一首歌。我呢也看到了，也听了好几遍。我很赞成台湾网友的一句评论，说这是实际上是送给两岸同胞的一个新年礼物。这首歌呢是以台湾三兄妹凭着半张族谱到福建来寻找祖籍地为背景来创作的一首歌。两岸音乐人呢用心用情创作演绎，充分展示了台湾同胞思乡盼团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我们认为呢，对于两岸的亲情，对于两岸的连结，任何的造谣扯谎、恶意煽动、挑拨生事都是苍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表达对祖国的感情，表达念祖、认祖、归宗的思念，是任何人离间不了的，打压不了的。